4月28日，在亚洲引起飓风的七人男子团体 Super Junior M 正式加盟某品牌饮料家族，日前来到香港举行签约记者会。有心。同时也是队长的韩庚表示，5月1日他们将作为特邀嘉宾在成龙的鸟巢演唱会上进行表演，能够受邀感觉十分的荣幸。因为这次在鸟巢的成龙演唱会呢，就是很荣幸也很开心，说成龙大哥能邀请我们所有的成员去到北京鸟巢开演唱会。那不光是我们 Super Junior M， 还有整个 Super Junior 所有成员会在鸟巢呢会呈现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舞台。现在准备的怎么样？现在已经都准备的不能说很完美，所以也很努力的准备好了。